哎，你好，你是小娟吗？哎，你好，你是？啊，你好，我是王总的朋友，王总出差了嘛，然后让我过来就跟你说一下。哦，对啊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大概需要。谁啊？那个好像是之前那个要债的那个债主。你哥呢？我哥在家，怎么啦？你哥昨天去我小县欠东西，我不欠给他，他又给我东西砸了。不可能，我哥不可能这样做。你去打架哄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第一还钱，第二，我找到你哥跟他打算。我现在没有钱，那天卖卖的钱都。哎，哥们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打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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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干嘛？别打架！你干嘛？啊？你干嘛去了？把我钥匙，钥匙你进来。我等着，我等着，我去找人。你完了，好啊，你等着。是啊。完了。小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这些瓜怎么办？现在？这些瓜都破了。别捡了吧，要不？没事。这都不能用了。拿回去还可以吃，还可以吃。小娟，刚才那是谁啊？那个是我们隔壁村的。他是经常过来欺负你吗？以前不会，以前我在学校，我不知道，我刚回来。应该是我哥哥欠了他钱吧。那他以后要是再来欺负你的话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。这儿，那我有事我就先走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还是？不用了不用了，我离这很近的，直接就回去了。那行，那我有事我先走了，然后以后你有事的话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今天太麻烦了。没事没事。